眼会注意女生的哪里？我一定会先看她的眼睛，先看她的眼睛有没有在看我，她没看我。锁骨，彤彤，你摆一下你锁骨的 pose。锁骨怎么？看什么是那个姿势？跟前女友还有联络？你在讲你自己？其实初恋女友是很难忘怀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在讲你对不对？欢迎光临超级一点通，我选你就通。介绍两队参赛队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彤彤队，好可爱哦，好久不见的斌哥，以及我们的爱晨，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我们帅气的元浩，漂亮的永宁姐，以及我们的林道元，裁判，你介绍好一点，后面不要加姐字好不好？对呀，永宁就可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年纪有比我小很多吗？他叫永宁姐，你叫阿庞爷啦。我年纪没有比你小很多，但是还是比你小。女生年龄是一种秘密，你不要这样。你说错了，那是什么？男人的身高才是秘密。男人，我可以大声的告诉我的身高多少？多少？他不敢，因为他有加鞋垫。哦。不然我们请他把鞋垫捉起来比比看。好啦。两队来宾都结婚了，方便大家了，太棒了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生活题里面有很多是大家需要知道的知识，对，而且就在我们的生活里，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知道。哎呦，所以今天来这边呢，等于是呢，大家来长知识。超级一点通游戏规则：一人照图卡提示，在时间内进行答题，答对即得分，并续答，答错换对方猜题。各位加油喽！第一题，我们的益智联想题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提示是什么？哎呦，太极，太极，我知道了，简单啊，简单。两队请抢答，我知道。元浩队请作答，我来唱。黄安，为什么是八卦？八卦，八卦。可是那是太极，不是八卦。谁也会猜张三丰？对呀，我被动。为什么？太极拳啊，太极张三丰啊，对不对？太极张三丰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错，我们对，请作答。太极张三丰这部电影是李连杰演的。哦，李连杰，李连杰，好像蛮有道理的。当然，李连杰对不对？哇，有难度的哦，有难度。紧接着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剃头刀。两队请抢答，元浩队请作答。我知道，不是就不要。嘎刀、菜刀、剃头刀。啊，以前没用吧？可是他跟菜刀。嘎刀、菜刀、两个刀。我觉得这一个人他一定是武林中人，这那个武器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剃头刀。请问？是谁呢？林正英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有八卦，哎，他有八卦，那是太极啦，八卦不一样啦，八卦是那个四个角才是八卦，八个角的，对啊，可是他是茅山派的啊。那剃头刀，他身上有带剃头刀，剃头刀就是专门在剃他的翠秋或是剃僵尸的翠秋，僵尸有翠秋啊。林正英对不对？有，怎么对？清楚的，不是哎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我想到。就是赵薇，对啊，赵薇，她在《少林足球》用的就是太极的那个功夫，哎呦，把她击上来，然后她有哇，哎，有智慧耶，真的，而且她最后一幕少林，她把头发剃了，对对对，然后还被说叫她滚回火星，火星，地球是很危险的，太厉害了，对对对对，好有联想力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大家亲一下。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哎呦，八仙果了！八仙果，八仙果，两队请抢答。我来，我没想到制作单位会出一个这么难的东西，但是被我想到了。天，不要再笑了。哎，这么难。太极，在我去年发的一张新专辑里面，有一首歌叫做《Yeah Come On》。他们说我是宅男，我只是喜欢蹲在家里，种种花草养养鸡，擦擦桌椅，扫扫地，清晨五点早早起，慢跑舞剑耍太极。哎，你演戏比较适合你哎，很好听好不好？
太极，然后剃头，剃头。我发完片之后就去拍《新民日记》，对对对，把头给剃掉。对，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歌手，需要保护喉咙，都用八仙果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打开了这个答案，是你的话，哎呦，那制作单位我把那个板子吃掉，你把板子吃掉，你有那么饿吗？蔡爱成对不对？错，怎么可能是你？闹我的腿，真的，我知道了啦。跟我们的之前的比赛很有关系，谁？黄小虎，他是灭绝师太之称。那剃头的话，剃头刀的话，就是他的头发都很短。对，他之前不是剃了一个平头吗？他是尼姑吧？对，他。你现在说黄小虎老师是尼姑，他什么时候当过尼姑了？没有，他只是头发剪短而已。他要解释，他是说灭绝师太是尼姑，灭绝师太。黄小虎老师对不对？哎。错了，第四个提示是什么？哎呦，知道了，南宫，指南宫，我们猜，你刚刚说八仙果有点是八仙嘛？八仙的其中一位，我们猜吕洞，吕洞宾，吕洞宾，吕洞宾来的，我们知道了啦。他好像道教，道教，好像理法厅好像都是拜吕洞宾，对，理法厅都拜吕洞宾，吕洞宾，对，应该是对。提示太极图，道教的图，吕洞宾是著名的道教仙人八仙之一。对，哦，第二个剃头刀。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头上烂疮剧痛难忍，因此常借故杀理发师来泄愤。这时在天上的吕洞宾得知后，化身为理发师，并将朱元璋的头机给治好，救了不少理发师的性命，因此被理发业者尊奉为保护神。哎呦，那第三个提示八仙果，你的零食。八仙果的制作方法是将陈皮、半夏、茯苓、甘草、二陈汤、冰片等中药塞进佛手柑的果肉里面，在风干之后切粒而成的。当年景美街上许多乡民因瘟疫而死，当地的士绅乃将吕洞宾神像请到景美后一并见习，且有失明者重见光明。秦光绪16年，为感谢大恩，就在木栅兴建了指南宫来供奉他。听说那个情侣好像不能去拜那个指南宫，为什么？我听老一辈人讲说，他听说分手，对啊。所以你上次跟你女朋友上，哦，没有，我是基督教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基督教的，好险。我只是听说了哈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益智联想题的第一题。好，紧接着我们来益智联想题的第二题。我们来看第二题的第一个提示是什么？哎呦，菲儿，菲儿，两位请抢答。于浩队请作答。我觉得他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他的背后面。我红线没有，不是月下老人。突然猜了，应该不是。这个不可能吗？这是益智题，联想题没有错，你想太多了。你到底要猜谁？月老，月老。好，月下老人对不对？错。好，于浩队请作答。吕洞宾嘛，我想第二个应该是岳飞。岳飞对不对？哎呦，错！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上海世博台湾馆。台湾馆。两队请抢答。哎呦，元浩队请作答。是不是啊啊？阿妹好像有到那边去表演过。蔡依林啦，蔡依林唱那么主题歌。张惠妹跟蔡依林。张惠妹。张惠妹。张惠妹，对不对？统统队起作答。郭台铭，郭台铭，郭台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在这个上海的世博会呢，台湾馆，郭台铭有赞助。嗯，哎呦，而且呢，郭台铭的这个公司尾牙有请飞儿去唱。哎呦，好有道理哦。他对了啦，赢了啦，知道啊，我们赢了，对了，太有智慧了。你觉得种种的迹象是郭台铭，郭董，对，郭董，我的干爹。啊。干爹啊，是你的，你不爽吗？在电视上自己讲是没有用的。喂，郭台铭、郭董对不对？啊啊！错，这么有关联还不对？我们紧接着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孙悟空。两队请抢答。恐龙队，我知道了。恐龙有史以来最有自信的大声一答，竟然引来敌对哄堂大笑。你觉得种种的迹象是郭台铭、郭董，对，郭董，我的干爹啊，干爹啊，是你的，你不爽吗？
在电视上自己讲是没有用的。对，郭台铭郭董对不对？啊？错，这么有关联还不对？我们紧接着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孙悟空。两队请抢答。恐龙队，我知道了，建宁公主。建宁公主，建宁公主对不对？哎呦，两队请作答，因为他是用孙悟空。对呀，孙悟空。蔡依林，看我七十二变。对哈。哎，他跟飞儿是同学。同一所学校的，真的吗？那请问谁跟你同学啊？他啊，没有没有跟我同学，还好。蔡依林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呀，这飞儿高中毕业之后，与蔡依林以推甄的第一名进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就读，成为同班同学。哎，爱成奖，对，同学，我是有研究的。哦，上海世博台湾馆那五月发行的单曲《台湾心跳声》为上海世博会的歌曲《台湾馆》主题曲。对，所以我们的正确解答就是蔡依林。林大远很不错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补充一下啦，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艺人，他是那种自我要求超强的。对呀，就是他练那个体操的都是，我连我们自己男生都没办法做。那你为什么可以让自己胖到150？请你努力一点。紧接着来到益智联想题的第三题，加油加油加油啦！第一个题是什么？好逊哦，铁饼，运动项目的铁饼。两队请抢答。一号队请作答。林俊杰，林俊杰，林俊杰，我们猜林俊杰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去参加铁人三项，他是跑的台湾最具有代表性。我也参加过，我参加大胃王比赛了。喂，林俊杰是林俊杰，这个答案好。林俊杰对不对？同队请作答。我们猜的就是这个有亚洲铁人之称的，嗯，有参加过奥运哦。对，他的名字叫做杨传广。再讲一次，你好像杨传广。杨传广，传广，对，杨传广。哦，对，杨传广先生对不对？啊，很可惜，不对，方向错误。紧接着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。朱大哥，铁饼，铁饼，朱大哥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您猜到了吗？两队请抢答，两队请作答。铁猪八戒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铁的铁耙，还有铁耙子，他有个铁耙，然后朱大哥又姓朱，就猪八戒啦。猪八戒，对，好，叫猪八戒啊 ，OK 啊，外高山，猪八戒，猪八戒，对，猪八戒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恐龙队请作答，我来。我猜那个小甜甜，小甜甜为什么？因为猪大哥小猪嘛，跟小甜甜很好嘛。然后那个小甜甜本身，国高中的时候他是那个铁丢铁饼，是铁饼的吗？我记得是摔跤的吧？没有，喂，小甜甜对不对？错。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哦，立法院两队请抢答，统统队请作答，于天大哥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于天大哥是那个立法委员嘛。于天，于大哥对不对？哎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哇塞，哇，开玩笑，是的。你们应该比较有问题的是第一个题，对对。于天初中毕业时，于私立益民高中初中部擅长田径、铅笔、铅球、棒球，铁饼是当年新竹县运动会纪录保持者。哦，是不是？这么厉害。好，第一题益智题，两队的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5分。哇，哎呦，幸亏有分数啊！元昊队得到的是10分，掌声鼓励。胜负的第二回合即将开战，请两队艺人按铃抢答来猜题，答对即得5分，并可续答，答错换对方猜题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！ 哎，欢迎回到超级一点通第二回合。第二回合，我们来到了生活题，是今天考什么嘞？两队，请听清楚了。好，第一题的题目，网友票选。什么时候会把嘴巴张开？前5名，哎呦，两位请抢答。哇，这个听起来怪怪的哦。恐龙队，请作答。吃东西啦。吃东西有没有？哦，吃东西一定要。吃东西一定有，讲话啦。
唱歌啦，讲话，打哈欠，打哈欠，哇，对对对，没有人打哈欠。我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会这样啊，会憋住，有时候憋憋住啊，要忍。公共场合的时候，公共场合不好看呐，会打哈欠，会遮住的。打哈欠有没有？有，有，有名的。哦，看牙医，看牙医有没有？医生。哎呦，哇塞！哎呦，哇，这还有吓到的时候，惊吓，对，还有哈哈大笑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惊吓跟哈哈大笑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看牙医有没有？医生，有，哇塞！哎呦，哇，这还有吓到的时候，惊吓。对，还有哈哈大笑，到底是哪一个？笑，笑的时候，对，笑的时候，笑的时候有没有？没有了。元浩队请作答，我们玩输了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尖叫，吓到，吓到，尖叫，尖叫，尖叫，对，有尖，对，没办法控制的，所以是尖叫的时候。对，真实案例。恐怖片的时候，吓到的时候有没有？我们有这个啊，惊吓！哎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再一个的话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发呆吗？发音的时候，发声练习的时候，发声练习唱歌，那就跟唱歌一样，唱歌吗？唱歌要把嘴巴打开，对，对，唱歌，唱歌的时候有没有？我就讲啊，是不是太那个？难道能够用腹语唱？其实刚才马哥你全部都讲到了。对呀，我们本来是你就猜了一个大笑，因为题目太多，自己也慌了。上面这个题目顺序不对，艾辰如果唱歌的话，大家会受到惊吓。惊吓，对对对对。哈欠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网友票选，什么时候我们会把嘴巴打开的前五名。紧接着，我们来到生活题的第二题。是的，听清楚了，网路票选，男生第一眼会注意女生的哪里？前五名，请抢答。不要再紧张了。哦，这是我最在行。我说原谅，这个男生打不好，对吧？我知道，真的呢。屁股，哎呦，搞谁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 ，Oh my God！ 屁股，你觉得是屁股？因为我有很多男生朋友，他们都会看漂亮的女生嘛。屁股有没有？女生最容易被男生，因为你被拍看屁股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人家在看你的屁股，对，对不对？请作答。胸部，胸部，我没有那么肤浅，我一定会先看他的眼睛，先看他的眼睛有没有在看我，他没看我。没有了，胸部有没有？哎呦，不错，请继续作答。腿吗？腿。其实女生脚很性感。脚哦，比胸部还性感，因为腿胸部可以做的嘛。所以脚就不行。我本来看你说大脚不是问题，对啊，所以是腿。腿腿有没有？哎呀，锁骨锁骨，哎，我没有讲。锁骨真的，为什么女生都要瘦？因为她瘦的时候看得到那个锁骨，其实 sexy。好了，你摆一下你锁骨的 pose。锁骨怎么？为什么是那个姿势？你是铁人三项哦？你干嘛强人所难？锁骨怎么摆 pose？ 你摆一个锁骨的 pose。因为呢，项链是要戴在锁骨中间的，对，所以你就把手摆在这里就好。哎呦，多性感啊！这样看还真的蛮性感。锁骨有没有？眼睛啊，眼睛，眼睛啊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之窗，对不对？就是眼睛，你们到底大部分男生觉得大眼睛好还是小眼睛好？有电的就不一定，有电，有神，有的时候会激起火花。嗯，但是我有时候会看女生的那个眼妆，还有她那个双眼皮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我曾经受害过，还没结，还没结婚之前，哇，那个浓眉大眼，然后隔一天醒来，我想说，你哪位啊？变单眼皮了。所以呢，就是眼睛啊，眼神，眼睛有没有？哎呦，还真的有，还有最后一个很难猜，这个是头发，对，
腰妹背腰 背，如果背有的话，屁股就有了啦。哦，真的吗？腰腰啊，腰水蛇腰，我们这边有。耶、yeah, 啊，还有，还有，所以呢，水蛇最后一个是水蛇腰。对，那你要看有水蛇腰了嘛？要不看水桶腰？好，所以腰有没有腰？票数最多的答出来，我们就获胜。我们就赢。袁浩队，请作答。我觉得嘴唇，嘴唇有没有？啊，错，两队都没有答对。我们来看看第二题正解是什么？不会是头发吧？脚趾头。脸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外貌协会。你们呢？一定是先看这个脸，你喜不喜欢这女生，能不能够吸引你，才会往下看的地方，才会往下看嘛。紧接着我们来到生活题的第三题，网友票选，女性网友票选，男生最引人发火的行为前五名，两队请抢答，不要再挤作答。跟前女友还有联络，藕断丝连，是真的不行。这件事情，我很狭义的认为你在讲你自己。狭义，真的，其实初恋女友是很难忘怀。如果能够当朋友，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心里都……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，我怎么又来了？阿庞，你真的你在讲你，对不对？我狭义的认为你在说你。喂。跟前女友联络有没有？啊啊，这个啊，怎么可能？请坐。我前女友是在那个电信公司的客服人员哎，然后对，我电话坏掉，我说我打客服，我老婆也不让我打。你应该很讨厌你的男朋友出门带一把枪。娘娘腔。我靠，我们今天去哪里逛？就他这个样子吗？是我这个样子吗？原来我这个样子会引人家发火、喔。欸、你不只是让你有发火，你是让很多人发火。所有的人都发火、啊。你现在才知道、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太娘，是娘太娘，太娘有没有？有有。迟到，迟到有没有？好，没有。我知道了。吃槟榔，抽烟吃槟榔啊！哦，那真的很讨厌。吃槟榔有没有？有。我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艾辰。哦，小气。哎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单元是在耍我。吃槟榔一次啊！小气有没有？哎，不错，请继续答。自我良好。哦，自我感觉良好。自我感觉良好会不会？自我感觉良好。有没有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妈妈，大男人，大男人主义。我跟妈妈，嗯。大男人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呀，漂亮，请继续作答。邋遢，邋遢有没有？哎，不要再请作答。我们有机会了。当女朋友跟你出去的时候，男生在偷看别的女生。彤彤，你觉得你的男朋友跟你出去偷看别的男生，你可以接受？偷看别的男生，男生不行，女生吧，女生可以。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先打他，然后跟他说在哪里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偷看别的女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没有。这个就是我们女性票选男生最让人家发火的行为前五名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呢，超级一点通第二回合的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45分。哇，高啊！有点元昊队得到的分数是25分。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是50分。是35分。谢谢两位特别来宾。记得每晚7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